报警！报警！有血，有血了！报警了！报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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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报警，我保证不拍照。咋办？我拍了，是你先出事，你咋俩一跳人家操你妈的！啊！睡觉了。啊！不要再睡觉了。我没睡觉。左回都在看到了。让我找保安，让我跳下去走。走。妈了个逼的，每天因为你们这些人做到没有，我他妈上山下海，操你妈的。天哪，这也太嚣张了吧，这简直就是黑恶势力啊。8月28日，有网友爆料称，程毅主演的《莲花楼》剧组工作人员殴打代拍，出手可谓是十分的狠辣，几个人直接将代拍围了起来，然后直接上手进行殴打，拳打脚踢，将对方打到满脸是血，完全没有一点要停下的意思，可谓是十分的嚣张。不少网友看后也是纷纷表示，简直是太嚣张了，眼里完全目无法纪，这种人一定要严惩。随后程毅剧组也因此被推上了风口浪尖，就连程毅本人都受到了牵连。而后官方也回应称，目前已经将涉事员工开除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严厉的惩罚。对此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